这有个气球啊，经常到户外呢，就是说锻炼一下眼睛的观测能力啊，对你是很有帮助的。这个距离用眼睛去观测啊，应该是在多远啊？50-60米左右啊，应该是在60米左右啊。咱们先打两发啊，然后呢，打完了给老铁们测一下距离啊。哇操，首发拿下啊，应该是估得比较准啊。咱们测一下距离，看看这距离是多远啊。为什么要提前估测然后再去测距离啊？这个是很有帮助的啊。经常喜欢玩户外的老铁们啊，就会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。不喜欢玩户外的呢，说了半天他也听不懂在哪儿呢。这球位置在哪儿呢？那就是啊，啊，65米啊，看到吗？估测的还算挺准啊，多打多练，老铁们啊，你们也一样能做到。咱们家的恶棍梁用弓呢是非常非常稳定的啊，非常非常的牛逼的一把弓啊。多打多练，晚上啊，直播间老铁们啊，等你们。